你今天个桥诶，到底个桥两三？小黑回去了啦。然后点点那个不用，我以为你会看到一个点，这个开始肯定是没多。点点不敢飞靠贵。无咧，以前无，啊，现在只能看到一点光，看到一个贵，啊，才看到一个贵。一般除了点点无看到，无点点看到高拢敢飞啊。然后我想，我想是，没有在那歪走，我常常要跟我老爷起。因为伊发钱啊。不敢看哦，我在帮他拍摄，这样子哦。不要叫我付你钱看就好了，这样子好，你看。所以只要不要我不要付钱就好了，慢慢看没关系。我一定要拍完。拍完现场说他还是会忘记。